头痛、咳嗽、感冒，都是他的讯号。保持距离要戴口罩，安全防疫很重要。我们要洗洗洗洗手，保护好眼睛、鼻和口。大家宁愿没朋友，我们不要 Corona Corona。运动甩甩手，保持警戒，病毒赶走。保护好家人和朋友，我们不要 Corona Corona。我们不要 Corona Corona。